攞泳男上头，途人 call 消防救走。玩泥沙唔再系细路仔嘅专利，不过最好就好似佢哋咁，成班一齐玩咯。英国有个男人星期二喺呢条片布泥岭嘅河度攞泳，游咗两个钟就坐埋一边休息，只但系个样攰成咁，四围又冇人，搞到有途人以为佢被困，仲报埋警添。20个消防员赶到嚟，先俾毛巾佢捞翻住，再用游绳将个男人拉翻上岸。只但系佢又唔似有事咁，先发现原来虚惊一场。难为替佢担惊受怕嘅途人同埋消防员啊！